现在分数是2-1，两个人正在不断飞舞当中，像是花蝴蝶一样穿梭来往。花蝴蝶好高。风林火山在这两个人的争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当然还有那个吃了类固醇之后增大的肌肉。会想到这种东西也来，好不好？人影响不了我。香蕉皮预备。戳他屁股。那是火箭吗？水火箭之类的啊。那水火箭喷成气。那知道。那倒是好方法，就是他只要一喷出来后，你把那箭来之后，那把箭来之后面点火。那这样我就能理解为什么绝地学院那个家伙是这样的。两个人华丽的穿梭，就像是练了一半轻功的那个武侠小说人物一样。那另外一半在哪？还没飞起来，还没飞起来。真的飞起来的话，就在树上打了。现在比数是2-1，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是谁的剑先断，还是谁的菊花先被捅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好累啊。哎，有中吗？好，那是2-2，双方平手，继续。哎，你不行啊！打不动。已经非常衰弱。哎，你刚才被打中吗？你刚？没有。好像是2-1。刚没有吧？刚没中。好，那还是2-1，继续，继续。哦，好，由于其中一只花蝴蝶的体力不足，可能吃的树叶不够多，所以那个结束，由大侠胜出。